前情提要，8月20日又有新款刮刮乐上市，第一天马上去彩券行各买一张测试，很幸运的第一张买1000万大富翁的017中奖，1000元打平，马上接着换钱再买200元的惊喜，圆满013也中奖300，1000元的太贵了，该放重点在200元的刮刮乐换一本，再一张011，刮这张011之前，先来看一下介绍及几率分配，彩券特色。头奖200万元，超过260000个1000元，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：任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及的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刮出一个中文吉祥词符号及的奖金1000元，惊喜圆满，中奖几率33%。预分配200元一本，100张中18.38张，300元一本，100张中8.8张，500元一本，100张中0.8张，1000元一本，100张中4.37张。这款就是要凹一本有4张的1000元的，接下来赶快要来刮这一张惊喜圆满011。这款一样选号逻辑，选前8码加总等于尾码，选号逻辑0+6+5+3+7+9+0+1=1，选尾码011。依照往例，我们来看一下手环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8月21日，现在开始开刮呀。一样先从左上方开始刮 QR code，先刮开幸运号码的数字，先刮开幸运号码24、16、21，再来刮开您的号码，总共有10个号码10次机会，您的号码1次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9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0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28没有中，继续刮。您的号码17没有中，继续刮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死亡之意，这样子摆明着就是犯规的意思，剩下的继续刮下去。您的号码18没有中，剩下赶快刮一刮。您的号码22、27没有中，剩下赶快刮一刮。果然最后一个号码29中奖，就是没有中奖的死亡之翼。依照往例，还是要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pp 扫一下确认一下就是未中奖的。前期小计买21张中5张，八月份买3500元中1900赔1600元，今天再杠归一张，小计买22张中5张，八月份买3700元中1900赔1800元，连庄中奖后又杠归，只能连庄一次吗？接下来同一本再买200元试试看哈，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